你有唱，我们就讲，对，要跟要跟他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我们顺利有一些顺口溜啊，我们就讲一个而已，有一些的是还有，那我们就讲一个就好了，一个，那我们讲一个。好，我来现在讲一下啊，森林是世界的肺，河川是世界的血液，湿地是世界的肾，那我们阿普湿地通通有。那我们这边有北极湿地，还有西极湿地，还有南极湿地。那我们这边有一句顺口溜啊，其实是很好听的，它叫做“北极湿地像夏威夷，西极湿地像雪梨，南极湿地像奥地利”。男生看得很一静，女生看得青春又美丽，回去感到心旷又神怡。原来我们来过熬骨的湿地。就是说，就是我们的环境不输国外。你看，我们把我们的环境媲美成国外的环境，不输国外。很多外国人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看。那因为我们在还有一些需要努力的地方，所以呢就跟简单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说，其实到我们阿武斯江是一个很疗愈的地方。你看看我们唱歌多好听，多美妙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我们生活都讲得多好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，只要回去感到心旷又神怡，原来我们来过哪里？好，就这么简单，其实很简单，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过程。谢谢大家。谢谢阿普湿地有团队为我们带来福利，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。谢谢。我们不小心，刚刚说奥地利、夏威夷。